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史莱姆农场，我是老头 Old Man， 耶、yeah, ！各位又是参考各位兄弟们意见的时间啦、啊，感谢各位兄弟们热烈的发言啊！虽然呢，有一些就是感觉没什么太大用处啊，就是你也知道，吹片的吹片啊，废话的废话啊，何谓定义废话呢？啊，这个你们见仁见智吧，对不对？我个人是觉得呢，值得参考的留言我都觉得 OK 啊。不过呢，讲一些屁话那一种的 啊算了吧。哎、欸，这拿不到，拿到了。哦，酸的胃酸而酸的也有啊。说真的，啊，可能是因为他自己本身是强迫症吧，我也不能说什么。哎、欸，对，有方梅可以给他们吃嘛。来来来，今天呢，我们来做一些那个、啊，那个叫什么东西啊？哎呦，先喂他们一下好了，啊，让他多生一点。然后这个也饿了，看一下，我记得我要很多胡萝卜，有各种蔬菜，通通都有。啊，我们家怪洋葱放在那个储存箱里面。OK， 好、啊，还是一样啊，很感谢各位的热情帮助，好不好？因为我觉得玩游戏这样才好玩嘛，对不对？从中探索。啊，然后之后呢，兄弟们就是给几个建议啊，让这个游戏可以得以进行下去。这就是感觉像是一个就是啊，我没有甜菜，你会吃这个吗？哦、啊，没有甜菜也吃了，好吧？啊，这怎么讲？哎、欸，这胡萝卜怎样？这胡萝卜怎样？哎、欸，胡萝卜大哥你好吧？你抖成这个样子，我会害羞哎、欸。啊，掉出来了。啊。这种感觉就像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就像是这种什么乡村啊，不是那种公园有那种就是一堆人在那边打象棋啊，只是他们不能给予建议，只能旁边看，就是有互动嘛，对不对？这样不是很好吗？啊，你不是吃方美了，把方美丢进去干什么、啊？对啊，就是这样子，有什么不好嘛？我真的是有点不懂哎、欸。要按错，抱歉，是要吐进去。哇，可以存好多哦！哇，死狗也难来。好啦，我知道我们那个母鸡需要吃点东西啊，不是母鸡啊。好烦啊！等一下，东西一次太多，消耗不了。怪洋葱先丢进去。哎、欸，七个怪洋葱。啊，对啊。啊，蔬菜它也能吃啊，还好啦。先喂你们吃蔬菜好了，胡萝卜。这个价值比较低，先喂你们，不要让你们肚子饿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对啊，好啦，回归重点啊，那些负评就算啦，不知道在那边酸什么、啊，玩个游戏也要被酸，搞不懂哎、欸，上面怎么一直伸出来啊？如果真的玩的那么笨，看不下去，大不了你不要看嘛，没有人拿枪逼你啊，是不是？对啊，玩游戏就是这样子啊，享受在其中。哦、如果你要去看那种专业的，拜托，请你转台去看人家打斗阵、哦，那种斗阵职业赛多好看啊，对不对？我的台就是很无聊，就是休闲，对不对？打屁聊天、哦、又没什么内容，对不对、哦？然后有一个老头子在那边碎碎念，然、哦、后这边靠背靠步，不喜欢的话就走啊，对不对？我也不会怎样啊、哦。然后呢，今天呢，我们来开启一下这个高大香菇的区域啊，因为呢，也有兄弟提议说呢，这个区域里面有很多鸡跟那个各种新的水果以及蔬菜啊。哦，那我们钱已经存够啦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来开启这个叫做茂林的一个新的牧野生的哦，牧场野生的原始一侧，开启。所以啊，我们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。刚开启的话，我不知道会不会马上生。哎呦！感觉不错嘛，可惜这里应该是没有水啊，哦，就像这里是没有办法放水史莱姆的。哇，一次喷出好多鸡，哎、欸，这鸡是自动给的哎、欸，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区域好像不会生其他史莱姆，看貌似是不会生其他史莱姆啊。那、哦、这个我还没有把它开启，这個、我还没把它开启啊，我说，对啊，这个呢？哎、欸，可以盖池塘哦。哎、欸，原来池塘是要这样主动盖的、啊。是哦。那我们可以盖近一点啊。哎、欸，你们好多鸡哦，我们把鸡给带走。
哦，然后胡萝卜就先比较好了，超酷的哎。那这里呢？这里会到哪里？哦，前面就有史莱姆嘞。等一下，这个新的区域我从来没有看过。我们来看一看前面一下好了，岩石史莱姆。这是通到哪里的啊？这里没有讲一箱子哎。好，给我母鸡，谢谢。这个我不要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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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怎么突然断网啊？哎呀，说真的，每次只要一录影就断网，三小。哦，我看到了，就是这里有公鸡，那带个公鸡走好了。这里不就是我之前那个地方吗？还是我会错意啦？哎，好多母鸡啊！把母鸡全部带走。啊，抱歉，小鸡妈妈，小鸡妈妈，你没有了，对吧？抱歉了，小鸡啊，你没有了妈妈了，你的妈妈被我带走了。哦，原来是这边还有一把钥匙啊！我看兄弟们说，如果你的这个飞行器够的话，是可以直接飞过去的啊。不过，目前为止好像可以不用钥匙，我们直接跳到这个上面，直接飞过去，好不好？我们试试看好了，我不知道这里飞过去会到哪里啦。看一下啊，哇，感觉怎么都飞不上去的样子啊！要先休息一下，然后飞这里，有的，应该是可以飞过去。我们飞过去看那个新的区域好了。我本来打算今天要去找那个蜂蜜史莱姆的、啊。不过呢，算了，既然都可以飞过来，那就飞过来吧。哦，直接跳过来了，会不会太贱了、啊？随便啦。啊、哦，石母鸡。啊、哦，这边有一座桥。哎、欸，我不想掉下来，我不想掉下来，我想这样俯瞰这个世界。啊、哦，看来这里没有什么史莱姆哎、欸，这史莱姆怎么回事啊？因为没有解锁关系，史莱姆都不会探出来嘛。哎、欸，这里我之前来过啊。这里是原来是连接这个地方的、哦，所以说呢，蜂蜜史莱姆到底在哪里啊？因为之前我听兄弟也有讲说，某个地原始的地方直走到底会有两条路，一条是会有断掉的桥，一条是这个长长的桥，啊、哦，还是找不到哎、欸，喂，是这个吗？他们所讲的是这个吗？没关系，我们要有探险的精神。哎呦，吓我一跳！你是吃什么的？哇，那你吃方梅吗？你不吃方梅，吃胡萝卜吗？不吃胡萝卜。哎，都先给你吃，我留一只就好了。好，我们到先到这边来看看，好，我们不管了。来来来来来，都来都来。这里的话不用钥匙，我不知道能不能够直接飞过去啊。我们来试试看好了。既然这么多地方都可以不用钥匙飞了，我想必这个应该也是可以吧。啊，有人是这样跳到那个岩石上面飞过去这样子啊。哦、啊，他是说这里啊，直走到底会有个断掉的桥，然后呢，这个地方就有蜂蜜史莱姆的话。应该是这样吧，没有意外的话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抱歉啊，鸡鸡，鸡再见了，鸡，鸡鸡，鸡死了。所以说我们要跳到这根屌上面，是不是？然后跳完到这根屌上面，我们再跳过去。哎、欸，这个是蛮冒险的、欸，我觉得这真的蛮冒险，然后飞到那个地方去，有可能吗？有可能吗？等等，我开始怀疑我自己了。还是说跳到这上面这根大屌上？可是这根大屌跳过也不可能跳到上面啊！算了，我们一鼓作气冲了。那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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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 ！I hate you。我先回到150，因为我刚刚第一次跳的时候是直接使用这个能量啊。嗯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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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咦咦呀！
发发发发发发发！算了，我看一下可不可以升级，可以升级早说嘛。啊，终于有这个鬼东西要500啊！早说嘛，我等一下花点钱升一下这两样好了。来来来，先升再说，受不了。哎、欸，他们不高兴的、欸，没有给他们吃东西，他们不高兴的、欸。可是我刚刚一直死掉，哦，有了，有大量的资金了，太好了，这样子我们绝对过得去啊，不用说啦，是不是？等一下，我先怒卖一波啊，呵呵，掉两次，靠，我以为只有150而已，要200的话绝对够啊，哎、欸，让我吐啊，哇，哦，好多钱钱。开心，2000多块了，超多了。好了，我看一下啊、喔，吸一点方便给他们吃好了，多吃点，多吃一点。然后龙岩史莱姆，呀，你们吃蔬菜的嘛？我去采一下好了。你看又一堆，又一堆了。胡萝卜给你们吃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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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哇，胡萝卜多到就是没办法再那个嘞。这个我还没中，不管它了。来，给你们吃错了，抱歉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忘记这史莱姆是什么，怪洋葱是不是？然后直接给他吃怪洋葱就好了、啊，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好，让你们加倍好了，吃你们最爱吃的啦，让你们多长一点，砸到我了，靠！然后呢，我没有甜菜啊，所以说你们就好好的吃这个很烂的胡萝卜吧，啊，我比较穷，没有东西可以给你们了，我把我全部都给你了，就这样子，那我们再带一只母鸡。啊、然后又对方美啊，算了、啊，我母鸡对带多一点好了。像这种老母鸡没有什么屁用的。老母鸡，没有老母鸡了。哎，死母鸡倒是一堆、欸，我的天啊，好会生哦。我们去把那只神母喂爆算了。啊，他应该吃死母鸡吧 ？OK， Go Go Go， 我们来生一下哦。冲刺鞋，哎、欸，然后再升这个空气，这个推进器，最高是多少？我是不知道啦，回一下150，有变快吗？我怎么感觉没有啊？我们来看一下喷射背包，强化喷射背包的推进，使其减少20消耗。原来如此，哦，能量核心。这个啦，哦，真的是这个啦，哦，好了，该学都学了，这次绝对不会落差，我一定要前进前面啊，我一定要拿到那个蜂蜜史莱姆啊，蜂蜜跟爆炸融合 CP 值也很高啊，啊，辐射也可以啊，但是辐射它会有喷辐射，不太喜欢。这什么幸运史莱姆，来。吃东西，哇、哦！给他吃喷钱呢，然后吃完就不见了。幸运史莱姆啊，哇，好酷啊、哦！哇，第一次遇到幸运史莱姆哎，闪亮亮，我看一下，好酷哦！呵呵，喜欢吃肉，可惜不能把他带走哎，刚刚没办法带走，给他吃了就喷钱这样子。如果每个史莱姆都这样吃了就喷钱，其实还蛮好赚的啊。啊。可惜可惜，有些东西就是有限制啊。来来来，又一只母鸡，我们再多带一点鸡鸡。现在是很需要鸡鸡啊，鸡鸡，鸡鸡你在哪里？鸡鸡，我看到鸡在惨叫了，来，鸡鸡过来，哇，这就是这里，这么多只，不惜太可惜了。啊，
攻击吸不过来，算了，那攻击掉下去了，对不起，鸡鸡，我不是故意的，鸡鸡，鸡鸡。好，储存槽可以弄到40嘞，太好了，好现象。来，咱们来把这一只该死的喂喂吧。来，老母鸡，哦，死母鸡也喂你。然后还没爆，到时候再说。来，我就不相信这次不会，这次过不去，绝对过。啊，算了，不理他们。搞不好那个也只是掉钥匙而已，对不对？哦，搞不好那一只死老母掉一只掉钥匙。哦，又有鸡了。哎，按错，抱歉，只掉钥匙，然后拿来开启这一扇门。啊，不过算了，我的能力都已经提升了，已经不怕过不去这一点了。我们现在只需要稳扎稳打就行了。啊，200的这充实能量，我就不信。来，绝对过。经历了第三次，我不会再失败了。我不会再失败了。Yeah，Yes， 太好了！我终于来到这个新区域了，而且是不用钥匙，好偷鸡的感觉啊！来，我今天要把蜂蜜史莱姆给带回家。啊，直接从这里下去吧。哦，这边有个洞，这边有个洞。这里有什么呢？这里有水史莱姆啊，暂时先不要理它好了，因为水史莱姆说实在的。产值还蛮低的、啊，是干嘛的、啊？施工中，然后在施工是吧？嗯，不过这里看起来怎么都很平常啊，还蛮平常的、啊。说真的，没有新品种啊。我们走这里，哎，这什么东西？怎么看起来像花蕊的东西？我们顺便多带一点鸡，这样子好了。蜂蜜史莱姆，我没看到蜂蜜史莱姆啊。这是新的区域欸，忘记叫什么，叫胎险世界是不是？酷酷哦。这是什么？野母鸡，野母鸡是你。谢谢哇，野母鸡，一种喜欢漫步在森林的真正鸟类，野鸟类。哦，是有差吗？会不会比较多？是不是？哎、欸，让我上去，让我上去。这些山姆很生气耶！我的天啊！哇哦，哇哦，别这样子，麦安妮，我看到了，就是这里。你吃什么了？哦，蜂蜜史莱姆！你们不要乱融合！你们这些王八蛋，谁说你们乱融合的？啊，终于找到蜂蜜史莱姆了，非常的辛苦啊！我们看一下蜂蜜史莱姆吃什么鬼东西？薄荷芒果，我们必须要找到芒果才可以啊！嗯，真的是有点麻烦。我要这样子想说，要不要顺便带几个爆炸史莱姆回去？算了算了，爆炸其实随处可见啊。啊，蜂蜜史莱姆在这，那我们又可以再继续额外生产的、啊。多吸一点，多吸一点。哦，弹起来，哇，把我们全吃了 ，no， 太过分了。哎、欸，那边在水中有个蜂蜜史莱姆，这边也很多鸡啊，很多野母鸡。都长不一样哎、欸，来把你吸起来。哇，这样子我好难抉择啊！想说带野母鸡，哇哇哇，我的，别闹了大哥，算了，来那边有一只，过来 ，yes， 我们有六只了，我们有六只了，一般的母鸡吗？好，一般的母鸡可以吸一下。哦，传送门，这里有传送门了，这传到哪里？这传送门是到哪的、啊？传一下好了。好，这是哪一个回家的路这样子？没关系，
我们先把这个史莱姆放在里面啦。哦，这边都满了嘛，那我们去新的区域好了。哦，咱们去新的区域收成。啊，不如这样子好了。这边呢，这边的话我就把它移除掉好了，不要种植了。啊，把它拆除，看拆除要钱呢、欸，还是不要拆好了。我们要盖里面嘛，算了，虽然有点远了，我们盖里面好了。啊，就盖在这个地方。啊，又各种母鸡又来了，来围栏。哇，没有钱盖第二个围栏了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把这个史莱姆丢里面啊，然后我再去找一些爆炸史莱姆。应该是说用爆炸史莱姆结晶跟它融合就好了。对。还是用辐射，不要好了，辐射太恼人了。我们来爆炸史莱姆，六个。我们先看价格好了，好不好？到底哪个比较贵啊？其实辐射会比较贵一点呢、欸，尖刺也会比较贵一点呢、欸。还是我们要给它喂尖刺，我们不要喂爆炸好了，因为会一直爆一直爆，其实蛮恼人的。说真的，可以吐回去吗？想太多了，把它吐回去，真的麻烦。来，我先把方妹出进去好了。我们让它喂尖刺好了，尖刺也蛮贵的啊。尖刺史莱姆啊，我们来六个尖刺。OK， 就这样子，让他们进化。而且这个也是吃怪洋葱嘛，对不对？来。进行融合时间，尖刺哇，酷酷的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超级进化，非常好，太好了，好了，然后呢，我再把水果吐给他们。哇，又好多鸡哦，这次绝对可以把它喂爆，我说真的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放在这边，不要理它。哎，不行，我们现在去赚个350，盖个高墙，不然等一下真的跳出来会死人啊！会死人，哎，真的会死人。先卖，先卖，先卖。哎，不给卖是怎样？有了，有了，盖个高墙，高墙，高墙。不要跳出来啊，大哥！你们在里面好好的坐乐就好了。来，高墙，防空网到时候再说了，不急不急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最后的首要任务呢？我们去把那只史莱姆给喂爆好了。我们现在身上这些鸡绝对是够的、啊，嗯，绝对够。我们走吧 ，Go Go Go！ 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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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好了，我们又抓到了新的史莱姆，还遇到了招财史莱姆，给钱钱的，好酷哦！给钱的史莱姆有木有？噔噔噔噔。噔，这边有一堆鸡，来，我就不相信这次喂不爆你了，啊，我已经未雨绸缪了，哦，又一只母鸡，又一只公鸡，啊，邪恶史莱姆，不要专门克我的、啊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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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来啦，就这里了。不，还不爆，真能吃啊！哎，哦，有了有了，快了哦！你吃十母鸡，哎，不是吧？这样子还没解决你，你也太会吃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没这么多只鸡可以这样子给你，给你蹂躏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已经看不到任何鸡只了，哇，尴尬了，算了，就剩这两只啦，啊，你再不爆，哦，有了，最后一个爆了，哇，变传送门嘞，传送门这样子，哇，金色史莱姆，金色史莱姆，金色史莱姆，啊，怎么不见了？
为什么？等一下，不是为了要吃母鸡吗 ？Oh my god！ 它是会自己消失，还是我要再为它吃一只母鸡 ？Oh my god！ 你就这样走了？好吧，没关系，我们至少传回来了。哦，传到这个地方。哦，这是香菇的那个地方嘛 ？OK 啦，没差啦，至少要给我黄金结晶嘛。黄金这个结晶好像只能卖哈，不能拿来喂史莱姆，对不对？哦，好吧，那就这样吧。OK OK， 我们这个有黄金结晶就留着，放在看，会放个仓库之类的、啊。哦，像这个叫什么？蜂蜜结晶，可以再换这样子，有需要吗？没需要吧。OK， 那么今天的史莱姆就先到这里为止啦。啊，那有什么建议一样可以在下方留言。那什么无意义的留言那就算了，我顶多就只会略过而已，好不好？然后对我来说，那就是一个没有用的，占空间的留言的位置这样子。啊，那也可以问一下，就是这个黄金结晶到底有什么作用啊？就除了卖之外，应该没任何作用了吧？好，那一样啦，如果有什么建议都可以告诉我。感谢你们收看，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个史莱姆农场再见啦，拜拜。